有当时你也切了无准伊吼，啊，拢一个界标，切较大地，迄个较细地，伊就在看迄地啊。阁有人甲我问讲，是安怎伊遐大地，我遐细地？是不是咧？啊，你就摆不平啊！有人伊对遮有注重嘛，有对遮无注重嘛，对无？啊，但是顾无遮你会瘾啊。甚至呢，较早我咧煮糜的时吼，下早时咧煮糜，啊糜你煮的，大家拢食嘛。比如讲，你都已经写两碗嘛，你也能食两碗嘛。我就煮，我就给你两碗是正确的嘛。啊，阮村咧，大家拢头都，啊，阮村咧外口头留二十碗，未留济啦，因为你的数量已经有啊嘛。我无爱互后壁个阴暗个，伊个明仔载去食七碗嘛，是不是咧？啊，即款煮了呢，人有阮，阮迄阵阮咧食就阮迄时吼，有分一个。内底甲外口，因为迄阵阮咧大较矮，啊，一百外个，我都坐伫内底就对啦。因糜食无够，伊即款因个分食了，伊食无够，伊在底嘛。啊，内底底无个时吼，伊摕迄个饭吼，迄个煲就对啦。啊，伊个底起来讲，伊是佫分糜啊。我个内心咧想，伊咧甲我抗议就对啦。我都煮有够啊。你我两碗都给你啊！啊，你无，你就改解决你的代志啊！你干要找我爱买，我嘛有囥二十碗，是不是呢？我下载你今仔要食较济啊！啊，因为今仔物件较咸一点，对无？所以因就食了较好，啊，所以拢分袂偏啦。哎，就是安尼。我说你和同金吼，也无容易啊，正经无用，你讲起这食物，你都摆不平啊。啊，阮咧呢，阮咧，人阿咧供养的哦，阮阿袂摕着钱啊。啊，钱拢有一个出家人咧管理啦。啊，这出家人咧管理，伊嘛足亲切啊，伊嘛是足好啊。伊讲哦，即马你的内底财富哦，已经有存偌济安尼，啊，你敢要供养？我是讲，我都无钱，啊，即马有钱，就叫我供养。啊，你无供养也歹势，你知道？心肝人嘛是袂爽快，你知道？因为当时阿咪看病，是咪爱钱？啊、我存一块钱拢唔知偌济，人重用我也唔知啊嘛，对不对？一人咧管伊个。啊，即卖伊讲哦，你内底有两万哦，啊，你要重用无？伊甲你讲啊，你无重用也歹势，啊，佮重用伊讲嘛是赚。你知影意思无？哈、啊，就是讲，即、这个钱的物件，佮实物的物件，你摆不平，正经摆不平，上恐怖的是这个。好、啊，所以呢，伊一定要有一个规矩出来，啊，定好出来，啊，大家共同。啊，遵守啊，大家互相包容，安靠法度啊，调伏安尼内心，对不？啊，无拢无法度，这叫利合同金的部分啦啊。义和同悦，就是欢喜吼，愿意和和共住啦。啊，对于同修清净患恨之道伴们，修其义持业，念诸道伴，皆是替佛宣扬教法者。塑形正法者，实为正法者，是正法的主持人，是自己不容易得到的善友，是帮助自己成就道业的善知识，由此发起尊重爱敬和和共处。就是讲，按即摆有一群人拢做伙嘛，不管咱咧做义工好啊，有一个发挥啦，比如是汉地咧做伙嘛，即、这个时阵甲共同有人做伙，这是毋是爱互相珍惜？做了唔对，嘛免发脾气，是不是安尼？讲者就好啊，因为也毋是逐天咧相处个啊。一拄着相处就咧袂合，佮逐天相处唔好着，唔好相拍，一定是安尼啊。你看俺家庭是不是安尼？安尼做兵，安尼有做过兵，迄个是讲去公司上过班，是毋是逐个拢咧袂合？有一寡会合，有一寡袂合。阿公呢，即边讲休息意。职业呢，就是讲，咱人要有自信嘛，要看别人快乐啦。啊，你要看别人快乐，你是不是家己知讲啥叫做快乐？不是讲你爱听我的话，我就快乐；啊，你也无听我，我就无快乐，不是安尼哦。就是讲要调看，调好咱的内心，看到咱的心呢，我爱修慈心。啊，修慈心就是要让快乐，伊内底有三点。慈心内底呢，就是讲要安怎让别人快乐，别人拄袂到的是要安怎会拄到好的就对啦。啊，想办法就会拄到。不是讲让伊快乐，你想的尔，啊，你该创造机会，让伊拄到快乐，啊，伊快乐呢，变作承办，变作教，啊，这是不是啊？家己有经验，自信是安尼想的，你家己也无经验，你是安怎讲要让伊快乐？
你共教一定是呢无好个啦。啊，无好个呢，人别人都袂快乐。其实个快乐内底个建议，慈心呢，拢慈悲慈悲念做伙无吼？你要互伊快乐呢，悲就是拔骨嘛。你要互伊看到伊个烦恼、伊个问题，伊个烦恼问题改变过来时呢，伊自然就快乐啦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要认识烦恼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认识烦恼，无法弄以色列烦恼呢，你讲要快乐，无可能的啦。尊公好，你快乐，你念咪嘛过啊，无一日就对啦。啊，你心情歹，甲你安慰，念咪就过啊。哎呢，拢袂久就对啦。所以讲，安尼做义工的时，也是发挥的时，大家做伙时，你会感觉足快乐嘛吼。头起先看到的时，拢会讲你好，我久无看到你哦。好，大家拢做客气嘛，对不对？看过做了意见袂合时，就唔是啊啦，必受人啊。我嘛伫内底，迄义工哦，有一边咧做，啊，迄个义工的头就对啦，我咧厨房的啦，餐饮的啦。我下仔哦，有一边我下仔时有人来共用豆泥啦，啊，豆泥食了对无吼？有春啦，迄是下仔。啊，下昼呢，我有煮一个叫做，唔知苦瓜汤啊，什么汤啊，南瓜汤啦，袂记一个啊，啊，迄汤嘛食无了。啊！伊拄啊，甲下早迄个人吼，伊对这厨房是外行啦，查甫的嘛。伊说甲迄个豆泥吼，甲苦瓜汤拢含做那个倒做伙啦。啊，以后再有食。啊，咱大家食的吼，面拢油油啦。因为反正是过午不食嘛，但是伊讲暗时爱食，对吧？吼，大家面油油啦，啊，就咧讨论啊，闹出来。啊，伊啊讲，即下苦瓜佫有豆泥食啊，你对嘛？啊，迄个人拢唔敢讲，伊惊咱骂就对啦。因为吼、哦，这个利益拄到的时候，俺家己要无民主吼，还是要互骂是，啥物人要互骂，大家嘛无爱对无？啊，八下呢，拢无人承认，啊，无人知，迄、那个代志毋是专门变的就对啊。啊，八下吼，有一天吼、哦，要走的时候，迄天人家出来参会，伊讲迄天吼，伊就看到两样汤，伊叫一赶快来甲倒做伙啦。安尼，啊，但是呢，伊惊吼骂，所以毋敢讲，伊敢讲安就对了。迄个时吼、哦。啊，若拄到利益的时，安怎顾家己啊？啊，这种人都袂使。但是呢，你有一挂人呢，伊做唔对的时，啊，嘛会当啊，甲帮忙，是不是呢？嘛唔来讲遐尔讲，迄个安怎呢？大家互相啊，大家拢在尊重啊。啊，你内底啊，你无好好，你要做义工，啊，你讲这个发挥要先办出来，你最主要来的目的是要从啥？要接一挂资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接一挂资源了啊，往生西方较会顺嘛。啊，主流是安怎看呢？一个福德，一个地位，地位主流甲福德的主流。啊，你有福德的主流，你有法当人往生西方吗？无可能，因为你咧念佛的时，你都无法当选择你是对还唔对。你有清心的念，甲无清心，有皈依心伫遐无？你无法当选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方呢，只不过讲你有当啊远，你有足好的精神。身体无破病，啊有人教你安怎念佛，但是你无弄检测，讲你念了对啊唔对，有没有专注，啊内底有归心无？你无，迄是靠伊的智慧来解来决策的。所以讲你要接主流呢，结果来呢，唔是去做足济恶业，干烧的，啊然后呢，后边去拄到的时候，啊就两讲，啊变作讲来是欢欢喜，啊结果呢，当然是无欢喜，有足济拢是安尼啊。我伫边仔咧做义工个时啊，大家往做话去做甲咧哭，安怎咧哭？因为我咧煮个饭，啊咧煮个菜，拢介无共款。伊讲伊个传承是啥物家，啊伊个传承是啥物人个？我讲你即马都为，因为我，比如讲我是假传承，你是伊个传承，你是教啥物人学个嘛？啊我呢，伊今仔日来顺归顺我，伊嘛无爱，啥物要归顺啥物人？伊看都袂合，啊所以呢，我面也伊就物件煮袂出來，啊就哭。这些物件就对了，所以你敢袂甲当作伊是同情道友？你讲你要接主流嘛？啊，结果大家呢，伊家拢无好，有无？哎，足济啊！你啊，看足济啦！啊，我伫迄大寮花比较十年啊，看太济啊！啊，拢，迄阵我拢唔是咧注重讲，电拢拍出去袂出，拢变作共调解安尼个，拢即个物件，讲来讲去拢这，嗨。正经吼，是正面的人就对啦。只有人吼，才会安尼啦，对面混得袂了对。生而同住，对于同修
清净患恨之道半门，修其持生持业有疾病为言，互相照顾，由此发起敬重爱敬，和和共住。就是讲，安尼初心，安尼以身以意嘛，安尼以安尼动机，就是要修持嘛，要让快乐嘛。但是，迄人咧破病时，你敢要甲照顾？是不是爱伊，付出行动嘛？啊，你敢要达到？大家讲前行跟加行有没有？其实加行跟正行有往外，就讲我嘴咧讲，但是我冇去做。迄就是安那自信，伊的表现。如果你也要做安尼中间呢？你讲迄人咧破病，迄就是讲。迄人有问题，心情歹时，你也无去甲安慰。啊，你自心是安怎讲？拢家想的就对了，藏伫心肝内。你藏伫心肝内，无表现出来，人看袂到啊。我一边去印度参学时，去吼啊，印度遐的水井吼，足冷。吼，啊冷的时，我去吼，我尾仔嘛是啊，洗身躯。哎呀，啊这个沙坡的身体吼，都破病，都倒眠床倒一礼拜。我边仔迄个吼，我逐工去听话，我想讲伊拢无要甲我照顾，好，我就掠讲啊，我拢袂避开着，对我在偷因爸暗啊。啊，因逐工拢无人伫个，啊，去西藏人哦，看着我，逐工可怜啊，咧，拢倒伫遐。啊，话伊也袂通啊，伊讲你要啉茶无？听也无啦，但是伊倒在咧笑笑，我讲去，安尼，欢喜甲，尾我甲强强伊欢喜，佮伊佮兄小水花花谢，哎、啊，就是安怎呢？安尼破病时吼，除人照顾的时吼，但是别人无要甲你照顾，啊，别人伊嘛是为着伊要听话啦，伊来就要听我甲你照顾，我就免听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利益来的时吼，你就知讲迄个朋友的感情是外关啊。以和无争啊，同行对于同修清净患恨之道半门，修其以持业有上法功德，互相赞叹。喜鼓励，欢喜鼓励啦！有过失，互相善意的见解几话，只几话，就是讲，你阿咧教书，什么是你的身与意拢爱一致嘛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咧讲着话呢，你一定是关心人，啊，甲道业有关系。你念佛是安怎念嘛？哦，啊，你是要哪往生啊？啊，你是要哪检查你的内心嘛？你念佛是正确的，啊，你的心有专注啊。这嘛拢爱讲啊，做清楚。你有这种的关心，啊，你甲你的体会呢，你也能甲伊分享。有上法功德，啊，就互相听到伊的体会，对无吼？安怎念佛，互相较前进，免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应该是安尼嘛。譬如讲，安遐无容易，大家拢一个法会，啊，大家做会，较有时间做会。你讲要去找一个时间嘛，歹找呢。啊，既然有时间做会，是应该爱在这方面吼，加减啊谈一下，啊，加减用功一下。啊，迄种在家人家庭少下关心者，你要怎处理代志？啊，家业各有关系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慢慢安尼，会当得到一个现金，培养安尼累积的现金。啊，因为安尼往生的时是以安尼现金，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。你如果呢，你当临终迄个念头暗掉去，你要怎往生西方？可能跑了三恶道啊，是不是安尼？都有可能啊。有人有一挂人讲，伊吃饭去无好的物件，啊心就恐慌，就会啊。啊无呢，伊家庭呢就袂平安，啊无伊内心的心情也足歹。啊，你看伊心情歹，伊无当调整的时，啊死较要叫人助念，啊助念心情就较好哟。因为伊心去看你这心情歹，家庭袂平安啊，啊无人甘咪一句话，伊安尼心情无好啦，影响到伊啊。啊一句话呀，乎你的内心呢无法当来安住，啊无法当调整。啊！你讲你要往生，你也用安尼心理来调查，你会往生的未？往生是会啦，啊，都唔知为对伊啊，就变安尼去啊。所以这六合境内底吼，你要做家会好，不容易，就爱有五种的条件。安等下后一节课，特别讲迄个弟子相，学分呢，做地主、做学生的条件有五种，就是正住、忌讳、需求、恭敬、专哎。专心，这是为菩提道次第观再出来。